那个哈，我们所有的活动都做完了之后，剩下最后一张是绿色的，这张交给他，他拿椅子给你，板凳，你拿带去就要带回来。好。然后呢，他们那边有人员会带着你去排在哪个位置，让你坐在那边钓鱼，就是大的那个帐篷里面。好。